好久不见了啊。都还好吧？不对啊，他为什么要约你在酒店呢？我哪知道啊。让回去吧，奇奇怪怪的。心虚了？我心虚什么？好长时间没联系了。那就是余情未了。你这可别乱说。来都来了，走什么呀？我不在这儿，不好啊。来，我不来，走吧。那我来，那我来。完一个采访，本来想着中午陪你吃个饭呢，结果他们下午给我安排了一试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你大忙人。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了啊。都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挺好哈。嗯。桃儿。乔薇。我跟他一块儿过来的呀。哎，你这格局好有意思哦，通的。还好呀，好着呢。哟，这白宁那角色演太好了，我们一直都在追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我们是，姐。待会儿出席活动的视频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1:30就得开始，要不然后面的活动我怕来不及了。迟到了，咱们等一会儿不会死的啊！你先出去吧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他们聊会儿天。哦，好。嗯。嗯。你俩吃饭了吧？没事。那我给你分点啊。这什么呀，你就吃这个。我今天要不我点个外卖，我俩一起吃。我吃不了那些，吃完就肿。你俩啥情况呀？还好着呢。没有，我俩见同事，一个公司的。装跟我还装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是啊。你俩好了多长时间了？是不是有点太长情了？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，程良可是导演系的第一大才子啊，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。我一个表演系的一姐没抢过你，你够有魅力的，姚薇。那时候不懂事儿嘛。那你俩啥时候领证的啊？
乔治领证。我就说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证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给你们交份子钱呀？啊，之前咱们那些同学，你还跟谁联系啊？就你。你别呀！真的，还真是奇怪了，其他同学都没碰着过。你呢？就你。就是算姚薇的话，就你俩嘛。好多同学那不是都转行了吗？那你俩在一个公司那单位没有问题啊？啊，那也没明文规定。只要是不在一个项目里边，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瓜葛啊，其实没什么事儿。但最好还是保持低调。哎呀，也挺不容易的哈。那你俩现在就是各管一摊呗？嗯，也这差不多算是吧。那个项目你看了吗？看了，还挺有意思的，真的。啊。嗯，程大导演出手能有问题吗？哎，你也不用夸我，我们现在确实就等着你来呢。你回头让你们 casting 跟我经纪人对对时间吧。就是你那节目啊，有点事儿哈，我录你一个节目，还非得让我答一代言，关键是那代言还是一个母婴系列，我现在还没有走那个路线呢，我一直很纠结，我现在接那个好不好？你签了吗？那代言？签了吧？不知道啊，可能签了。别盯着我呀！那你跟我说说，什么叫当初不懂事啊？我不就是顺着他的话随便一接吗？那我怎么说呀？我说，你可不如我老婆，你配不上我。我要这么说，你这事儿还怎么磕下来呀？现在磕下来了吗？他马上就要跟重心签了。哎呀，人家不是说了帮你问问吗？签约这种事儿。都是公司张罗，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等他问明白了，啊，人家能帮忙肯定帮。哎，你是从他哪句话里面听出来他愿意帮忙的？你现在不也没有别的办法？这怎么红的呀？他这小矮个，他表演系一姐，上学那会儿表演老师都说他绝对不可能红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说他不高兴了，还停车，啊，靠边跟我唠是不？不是，红了呀，那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还用我普及吗？不生气吗？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要不咱们去医院吧？上回喝完酒就没养好。不去，老婆，努力该做的都做了，放过自己吧。